台湾男单左手重炮林俊逸以2-1的局数逆转击败日本好手田中勇士，顺利夺冠。超级100的高雄羽球大师赛，由于无缘参加亚运，世界排名第24名的林俊逸选择参赛，帮地主捍卫荣耀。他在今天的男单决赛首局面对田中勇士。林俊逸首局由于失误过多，让大伙还是比较惊讶的，以11-21落败。Hi judge.进来。第二局，林俊逸重振旗鼓，在满场应援声下逐渐回稳。虽首局以11-21落败，但后二局随即以21-17、21-14逆转获胜。这也是台湾蜥蜴哥在今年国际赛事的第二胜。
林俊逸赛后表示，其实就是一球一球追。这场比赛就用以赛代训的方式，没有给自己太多压力和目标。能在台湾夺冠，当然很开心。今年首度在世界球后，戴资颖的家乡高雄举办的超级100高雄羽球大师赛。明年或许有机会提前到6月举办，甚至也可能升级成超级300等级赛事。以21-17拿下第二局。进入决胜局，林俊逸开启他左手重靠的强攻模式。That looks suspiciously like it was going out. Archinot keeps it in.让日本选手无法招架，并逐渐将比分拉开。21-20